性分的抛售。消息人士还说呢，现在啊，那些像刘光春提供抵押贷款的银行，正在要求他增加抵押品，这就令人担心刘光春有没有能力偿还贷款。下届未来会看到在上海的房子已经要过农历新年了，家家户户也开始忙着置办年货，连老千啊，在想着刚才在中国的时候看到老千骗年货钱，另外，本队有位19岁的学院生，兼职当跑腿，还当销售，然后来自公司的业绩高。他这份兼职钱不进鬼，详情不了不在。开心龙来喽！1月20日及21日，来到槟城 Chris V Mall 与 Timmy 和 Astro 艺人互动玩游戏，名家。